于去英皇门口了，来看。啊。还接近了。哇，那很厉害啊！还是华人的，能拿到世界的这种顶级的大奖。不管怎么样，先恭喜一下再说，然后回头再关注一下这个新闻，然后看看这个电影，有机会去看一下。嗯。拍上去也全都是中老年人。也许从作品上来说，可能啊，就是专业人士评价是可以的，但是希望这个获奖不要掺杂很多的其他因素吧，啊，因为很难说这种文化领域和其他的方面没有任何的掺杂，我希望是没有了。因为它已经很西方化了，它的英语发音啊什么的，嗯，包括它的成长，基本上就是咱们中国这一块给它的影响没有那么大，嗯。